萧镇沪生，曾官延寿。浙江的温州县是个物产丰富、经济繁荣的好地方。那里有一位人民爱物、慈悲善良的好城官，他的名字叫做萧镇。他在年少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。可怜的孩子，你的阳寿只能到18岁。唉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后来他父亲奉派就任四川总司。你最近是怎么回事？老是魂不守舍，心不在焉的。来，跟我一起到四川去，那儿山明水秀，环境清幽，自然就可以抛却烦恼，摒除杂念。总师远道而来，大驾光临，风尘仆仆，末将早已恭候多时，特地为您设宴洗尘。好说好说，快起身。总师，末将在此先敬您一杯。谢谢，今后还得多劳烦您。阿福，你快过来。是的，老爷，有什么吩咐？咱们四川最有名的玉竹羹可以上了吧？是的，老爷，小的这就去叫伙房准备。啊？奇怪，什么声音啊？天哪！好香啊，不愧为四川第一佳肴，哈哈哈，大家过奖了。真是气死我了，你们竟然为了贪图口腹之欲，让牛兽如此酷刑。哇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父亲且慢。嗯？父亲，您知道这碗羹是怎么做的吗？他们是用烧红的铁块刺进母牛的乳房，让乳汁流出凝结。张元帅，你马上撤掉这道什么老石子玉竹羹。是是，小的马上去办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孩子，你心地善良，做了一件大阴德，不但免除了妖寿，而且还可以长寿，官至宰相，希望你多多爱护生灵。弥勒菩萨说，劝君勤放生，终究得长寿。
若发菩提心，大难天须救。所以放生的功德最大，既直接又快速，改变命运的力量最为显著。